Greetings, everyone. I'm the host of the Scientist Channel, and it's my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Our channel features content sourced from leading media outlets, curated by the team here at 6DO World. We provide you with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st global tech advancements.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大家好，我是科学家，频道主持人。我们的内容来自全球权威的科学家、专业媒体和成功的科技企业，由六度世界的科技简报团队编辑整理完成，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欢迎大家收看。美国和伙伴国家呼吁采取控制措施，打击间谍软体的滥用。路透社，美国与11个伙伴国家一起呼吁加强国内和国际控制，以打击商业间谍软体的扩散和滥用。两国承诺相互分享有关此类技术扩散和滥用的资讯，并防止向可能恶意使用的最终使用者出口技术和设备。此举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以遏制全球恶意使用数位间谍工具之后采取的。该命令对美国政府机构购买国防、执法和情报行动所用设备的决策施加了新的限制。2021年，据报道，多达9名美国国务院员工使用的 iPhone 被一名使用以色列公司开发的间谍软体的未知骇客瞄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驻扎在10个国家的至少50名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成为商业骇客工具的目标。美国半导体指数创近一年来新高，因行业转向的希望。加拿大环球邮报，费城半导体指数已达到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准，因为人工智慧技术为该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该指数继前一天上涨 3% 之后，6月20日上涨 1.6%， 晶圆制造商英特尔、英飞凌和美光科技及其乐观预测未上涨做出了贡献。美光预计第三季度收入将比去年同期下降，导致其首席执行官 Sanjay Mehrotra 向市场保证，存储晶圆生产商的长期未来是有希望的，人工智慧提振了销售。 Baker Avenue Wealth Management 的投资策略师 King Lake 表示，美光已证实该行业不会陷入重大衰退。半导体在技术市场中占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费城指数今年上涨了 27%。 苹果在 5.02 亿美元的 Vernet X 判决中赢得美国专利上诉。路透社，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专利法庭的裁决，该裁决可能使专利许可公司 Vernet X 对苹果的 5.02 亿美元判决无效。这结束了两家公司之间已经持续了13年的专利纠纷。专利法庭宣布两项专利无效， Vernet X 此前曾指控苹果侵犯这两项专利。联邦巡回法院确认专利法庭无效的决定可能意味着先前的判决将被取消。中国电池制造商 GOT-ION 与大众合作进行全球扩张。日经亚洲，中国电动汽车 EV 电池制造商 GOT-ION Hi-Tech 的董事长表示，随着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持续增长，该公司已经变得太大，不能仅限于中国。董事长李振认为，中国市场仅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现在全球汽车都在经历电气化，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 GOT-ION 是中国几家主要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之一，与宁德时代、比亚迪和永恒科技等公司并列。目前该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主要受到政府激励措施的推动，例如将于今年结束的电动汽车购买补贴。然而据信，在 GOT-ION 和各种初创公司等创新者的推动下，该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仍将出现显著增长。据 Bloomberg NEF 报道，预计未来今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将迅速扩张，预计到2040年电动汽车将占新车销量的大部分。 GOT-ION 正在寻求扩大其国际业务，已经在德国和美国开设了工厂。据报道，他一直在与特斯拉和丰田等公司进行谈判，有报道称 GOT-ION 可能与其中一家汽车制造商合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大流行期间美国的枪伤激增。美联社，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透露了一项新的政府研究，显示与40年相比，在 COVID-19 大流行的头两年，
美国因枪击受伤的人数增加了 2019%。 2022年的枪伤人数从大流行高峰期下降，但仍比大流行前增加了 20%。 男性和女性的增长幅度相似，而1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增长率最高。该研究记录了2200多个美国医院急诊科，提供了对事件发生地点、时间和人员的洞察。该研究表明，美国医院急诊室与枪击有关的就诊次数从2019年的不到5万次增加到2020年的72000多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院急诊科位包括在研究中。专家认为，多重因素导致了枪支暴力的激增，包括枪支购买增加、居家令、社会孤立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经济困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枪伤研究表明，故意枪击约占所有枪伤的 75%， 尽管该研究没有区分故意袭击或事故造成的伤害。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2020年美国有超过45000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伤害，2021年超过47000人。福特撤回请愿书，寻求美国批准部署自动驾驶汽车。路透社，福特撤回了2021年7月提交的申请，要求美国监管机构批准部署2500辆无人控制的自动驾驶汽车。在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的一封信中，他表示专注于不需要豁免的其他技术是更谨慎的。这一决定是在去年关闭其自动驾驶汽车开发部门 Argo AI 之后做出的。福特已表示将投资自动驾驶安全系统，例如福特 Copilot 360套件中包含的系统。这包括安全辅助，例如主动驾驶辅助系统，它可以在北美超过10万英里的分隔高速公路上提供免提驾驶辅助。另一项技术称为 Blue Cruise，它于去年添加到福特 F-150 皮卡阵容中，它使用摄像头、雷达感测器和强大的软体为某些2021 F-150 和野马 Mach-E 车型的驾驶员提供更加自动化的驾驶体验。研究发现，马匹在1600年代出来到美国西部。多伦多星报，根据对马骨的分析，到1600年代初，马已经出现在美国西部。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使用了来自80多位合著者的资讯，包括考古和遗传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群体的家乡就有西班牙血统的马。先前的研究表明，马的祖先首先在北美进化，然后进入欧洲和亚洲的中部平原，在那里他们被驯化。但这些早期的马祖先在大约6000年前从美国考古记录中消失了。研究发现，在1680年普维部落起义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些马就存在于美国西部。传统上，普维部落起义被视为马进入北美土著群体文化的入口。研究结果表明，经常被外部历史学家忽视的土著人民的口头传统在理解过去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这项研究由拉科塔学者发起，是修复土著群体和考古学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并鼓励更多土著人民发展自己的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知识的一步。根据卡尔顿·希尔德首席戈弗的说法，波尼民族公民和印第安纳大学考古学家。波兰 CD Project 利润跃升 66%。 路透社， CD Project 报告称，全年净利润增长 66%， 这 347.1 billion 兹罗提、8100万美元、巫师三、狂猎和赛博朋克2077等广受欢迎的游戏的销量支撑了丰收业绩。尽管没有正式的新版本，但这是波兰游戏巨头继2020年之后净利润第二好的一年。首席财务官 Piotr Nielubois 表示，该公司2亿美元的利润已直接用于投资其新专案。而首席执行官 Adam Kaczynski 表示，赛博朋克相关动漫系列的受欢迎程度有助于保持特许经营权的活力。该公司已售出超过2000万份游戏，今年将首次推出备受期待的幻影自由游戏扩展，因为它将继续重置巫师。实录零级33，建造电池已取代燃煤电厂。彭博社，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初创公司 Form Energy 开发了一种铁空气电池，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取代电网上的化石燃料工厂。电池可以在白天吸收可再生能源，并在夜间释放，同时能够在没有阳光或风的情况下连续运行100小时以上。该公司在使电池更便宜方面取得了突破，并且使用铁锈作为介质，电池的生产成本可以是锂离子电池的1/7。该技术可能导致开发能够存储数天太阳能和风能的巨大电池，从而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恐龙有嘴唇吗？加拿大科学家称他们已经破解了这个谜团。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由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古生物学助理教授汤马斯·卡伦 Thomas Cullen 领导的研究人员发现恐龙有嘴唇。该团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恐龙更像肉体和动物，而不是可怕的电影怪物。虽然恐龙专家的结论并不一致，但研究小组认为基于博物馆骨骼对恐龙牙齿的传统描述具有误导性，因为 25% 至 50% 的牙齿在生活中会被牙龈覆盖。他们还认为蜥蜴的牙齿在嘴里很好的容纳了，尽管它们是恐龙最亲近的亲戚，而不是鳄鱼，而唾液用于牙齿维护的必要性指向恐龙有嘴唇的方向。报告指出，恐龙是否有嘴唇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发现恐龙木乃伊化石才能得到回答。布洛克表示，在星灯堡报告后， Cash App 每月有4400万验证使用者。路透社。市场研究公司星灯堡 Hindenburg 的一份报告称，金融科技 Square 的支付应用程式 Cash App 上 40% 至 75% 的账户可能是假的、欺诈性的或与单个人有关。但 Square 表示，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超过5100万活跃的现金应用程式使用者中已核实了超过4400万的身份，这些账户约占现金应用程式流入量的 97%。 Square 否认了星灯堡报告中的指控，并正在考虑对该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人工智慧即将进入我们的工作，包括时装模特和创意人员。多伦多星报。人工智慧 AI 越来越多地用于在模特行业中创造类似人类的生物。加拿大模特、未来学家、科技教育公司威的创始人 Sinead Bauville 警告说，人工智慧有可能影响整个行业，从摄影师和经纪人到化妆师、布景助理和餐饮服务商。此外，当人工智慧图像代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类群体时，社区不太可能感受到直接的好处，这引发了有关代表性和补偿的道德问题。 Levi's 在遭到强烈反对后撤回了推出 AI 模型的计划，而其他品牌正在使用 AI 来规避雇用更多样化的面孔、身体和性别表达的成本。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